现实主义大剧《归去来》再爆一段老戏骨特辑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演技的饕餮盛宴。本次曝光的老戏骨特辑中，短短21个镜头，王志文、张西林、石可、施金明、张凯丽、王姬六位老戏骨隆重登场，六位资深老戏骨用深入浅出的表演诠释了六类真实角色，用细腻入微的演技放大着人性的复杂，支撑起了父辈一代的精神世界。在老戏骨特辑中，除了感受六位老戏骨酣畅淋漓的飙戏快感，还可以窥探到他们各自的阶级背景与人生境遇。他们是青年一代成长道路上的强大后盾，也是难以撼动的成人世界。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左右着儿女的命运，他们所带来的阶级力量始终如宿命般笼罩在整部剧周围，抹上了一层更为厚重的底色，让观众期待这部真实的有底蕴的现实主义大戏隆重上演。归去来更多爆笑幕后花絮，优酷独播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